我用一条绳子渡过了第一道河，这条绳子是用良心的尾巴所编织的。秋光叠叠复重重，浅渡偷移三径中。解决问题的方式有许 多，但最重要的 是你有没有一颗坚毅的决心去完成。当那只手将你的毛笔给夺走，你就用你的长黑发来作画和挥毫吧。我不会去英格兰，也许永远不会。昔日的桃李梦又何处寻？